娟儿啊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就好了。找什么呀？妈跟你去拿。梁子呢？你这臭孩子，妈陪了你一天一夜，你问都不问，你心里只有他呀。对不起，妈，真的对不起。哟，妈。哦，妈，我来。梁子怎么没来啊？梁子给马娟献血，现在还没缓过来呢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肯定是王艳不让他来。他来干什么？妈，你别这么想。王艳过来不是想给你搭把手，好让你歇一歇吗？假慈悲，马娟成这样，她心里最清楚。自己抛夫弃女就算了，还抢小姑子的男朋友，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。妈，你小点声。干嘛要小声啊？你妹妹都成这样了，让她走吧，我心里烦。妈。你跟马娟说一声，让她好好养病吧。我跟梁子的婚约已经解除了。妈，刚才是谁来了？我求你了，要是梁子哥来看我，你别赶他走行吗？你还有没有廉耻啊？啊，你都拿刀动枪了，他都不来关心你，你还想着他呀？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啊，娟儿啊，要不是你这样了，我真想一巴掌打上来。妈，怎么了？这又是？他都这样了，心里还想着梁子呢。我一辈子好强，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来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妈，我回家了。娟儿啊，不是哥说你，知道你心重，但你也不能让全家人为你操心呐。大妈，他都跟您说了。燕儿，你怎么要把这还给我？这不是伤我的心吗？孩子，收回去，拿着，快点。不是，大妈，您听我说，这件事急不得，不是我跟梁子一结婚就什么事都能解决的，存在很多问题呢。您没听马娟说，她不会轻易放弃梁子的吗？是，就为这个。也不光是为了这个，其实是我跟梁子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。您就别逼我了，大妈。事情到今天这样，我觉得咱们还是顺其自然吧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女儿在医院里要死要活的，你说我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正要去看看孩子吗？谁稀罕你去啊？我就是心里气不过，来找你评评理。你要评什么理啊？我告诉你老梁家的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非让梁子娶王燕啊？啊？我知道，前十年，你就想让她成为你们家的儿媳妇，可惜没轮上。你现在是不是存心报复我们家呀？不是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哪有这事儿啊？你少来这一套。你明明知道，我儿子一门心思想和王燕复婚，你也明明知道马娟已经跟梁子好了，你非得让梁子娶王燕，是不是啊？你真是一箭双雕，老奸巨猾呀！你害得我儿子有家不能回，害得我女儿在你们家面前自杀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，你的心是怎么长的呀？啊！我和你有仇，你为什么要拿我儿女开刀啊？没有，马明他妈真没有。你少跟我装可怜，你们梁家就擅长这一套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要不搞阴谋诡计，我们家老马怎么会死啊？马明他妈，你听我说，两个孩子的事儿，我不来找你，你心里应该明白，只要我不反对，你心里肯定求之不得。我没想到你这么坏，你诚心搞破坏呀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是你，我们家马娟怎么会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？马明大妈，你听我，你少来这一套，别跟我拉拉扯扯。阿姨，马娟的事情与我妈无关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从今以后，请你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梁子，谁打扰谁的生活，你要搞搞清楚。我不想让马娟出院以后再见到你们，你们俩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，今天就给我搬家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你什么事儿。哎，大妈，妈，大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大妈，妈，哪不舒服？妈，来，娟儿，吃个香蕉。哥，你别忙了，我不想吃。你这孩子怎么什么东西都不吃啊？哟，妈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来，他们都来了。谁呀？梁子和王燕他们。没有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马明，我可能又闯祸了。妈，你闯什么祸了？马娟为了梁子自杀，我想找他们去评评理，他又不行了。你又去找梁大妈了？他怎么样啊？老毛病又犯了。妈，你呀。妈，你又怎么他了？哎，梁子，我听说大妈心脏病犯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你去问你妈。燕儿，现在老太太情况怎么样？抢救呢。那个梁子，我听说他妈心脏病犯了，我就马上赶过来。你看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？马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，回去告诉你妈，如果我妈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绝对饶不了的。不争气也没出息，你火能不能冲我发呀？你说你就把事儿弄成这样，让我怎么有脸去见梁子哥呀？
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娟儿，娟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得静养啊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别这样啊！你哥不是已经去了吗？有什么事情他会回来告诉我们的。你给我好好躺着啊！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。进去看看吧，听听老人最后还有什么话说。杨子，医生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们是病人家属吧？看一下吧。妈，妈，儿子，一切把儿子和他心。哎，我去，你在这陪大妈。燕儿，哎，大妈，你把那打给他，他也是我孙女。我现在就去。叫张红跟儿子，我去接娜娜，多能小心点啊。见你爸爸去了，妈，不会的，您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这回一定会没事的。你想丢下儿子去见我爸，没那么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得给您生个大胖孙子呢，带孩子我没经验，您得帮着我带呀。这是妈嘴巴喊来的，我多想你看见这一天。一定会看到的，妈，这次我一定抓紧。儿子，有些话想跟你唠叨的，您说嘛。别恨他，说到底他是你亲妈。妈，就您一个妈，不能这么说，儿子。
你知道妈最不放心的是谁吗？不是儿子，是你。妈，您放心，除了您，我绝不会有第二个妈。你这孩子打小就倔，我跟燕说，您跟谁说也没用。骑的时候小心点啊，这个是汤汤水水的啊，别洒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快慢慢慢。哎，这账本啊，你给谁家送就让谁家签字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月底不好算账。知道了，放心，赶紧去吧。都记住了啊，快快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伸你的懒腰呢，累死我了。看你没挣俩钱儿，还挺骄傲。张红，张红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快跟我去医院，快，儿子。是不是我妈？是，快点，儿子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哎呀，你快点吧，快点，别给耽误了。快快快点，快点，快了，我们收拾。哎呀，别收拾了，我把门关上呀，真是。哎，你快磨叽啥呀？快点，快点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挺住啊。妈硬朗着呢啊，儿子，钱我都带着啊，都带上，嗯，都带上，儿子，钱哈，都取出来。马明，他怎么样了？哥，你说呀。梁大妈，快不行了。妈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啊。他怎么了？妈，梁大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哥，真那么严重吗？我只是不想让娟儿出去以后再见到梁子，才让他们搬家的。我谁知道他会这样啊？妈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老太太，快没多少时间了，我先去接娜娜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他，你问谁呀？他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哎呦天哪！大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呢？马上到。啊，一二。有件事我想求你。大妈，您没事的，您别瞎想，咱们就在医院休息两天，咱们就回去啊。你的话梁子他听，自打他知道和马明是一个妈生他心里就全是恨，也是谁打小让亲妈扔了能不恨？可是你能恨一辈子？这世上
哪有亲儿子恨亲妈的？不能，燕儿，你帮我劝劝他，人不能活在恨恨上。也会人呐，我明白，我一定帮您。好，燕儿，你去把妈病他妈叫来。好，妈，您见他干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您这一个妈。你去把他找来。不许去，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。你放心的妈，我现在就去。您等着啊，您等着啊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不是我不懂事，你知不知道我妈叫她过来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凭什么认她？这些年没有她，我过得不是一样好好的？你不用劝我，让你别叫你就别叫，否则我连你也不认。你怎么就不理解大妈的心呢？她是不放心你才这么做的。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母亲。她要不是当年走投无路的话，谁会不要自己的孩子呀？你说什么也没用。我知道你委屈，大妈也知道。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好，你做做样子总行吧？你要是拿大妈当你亲妈的话，你就听她的，让她安安心心的走，好吗？这个时候我做不到。这事儿能怪我吗？要怪也只能怪梁子，还不是他惹的祸。他又不是三心二意，一会儿跟你，一会儿跟王艳，你能出这种事儿吗？你要不出这种事儿，妈能去找他评理吗？行了妈，怨我都怨我不行吗？你说你又把梁大妈弄成那样，我怎么还有脸去见梁子哥呀？你说他要来找你算账，你可怎么办？他找我算账？他凭什么找我算账？他把你搞成这样，我还找他算账呢？他们家老太太有心脏病，赖得找我吗？哎，怎么？哎呦，你看咱们两家怎么来医院一个缘分呢？算账又碰上了。你家是谁住院了？我们家小孙子发高烧了，你看。啊。嗯，哎，马娟，出门说。哦，他怎么回事？神秘兮兮的。没有神秘兮兮的，我们家马娟儿真是太冒失了。前两天我买了一只老母鸡，他就是硬要跟我抢着剁，我不是使不上劲吗？这倒好，一刀剁在自己手上了。哎呦，那我得看看他去。哎呀，这孩子不用。不用，没事，过两天啊就出院了。你快坐一会儿。哎呦，你吓死人了！你说，马娟这孩子还真孝顺啊，他还懂得疼你了。哎呦，要是这一刀剁到你的手上怎么办？咱这把年纪受得了吗你？是啊。哎，你们小瑞怎么样了？你看马娟，真是不懂事儿。你还别说哈，我们家小瑞啊，对你们家马娟还真有点动心。哎，要不这个事儿先放放，以后再说啊。
这不今天我到医院正好碰上你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我们家小瑞最近都办些什么案子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翻旧案，算老账，拉网式打击文革时期漏网的坏人。你还知道吧？你们家老马的那个革委会主任谢长廷，你还记得吧？这个人就是邵成辉，我也记得。我们老马就是他和我们楼下老梁迫害死的。你只知道其一，不知道其二。你们家楼下的那个老梁啊，他是冤枉的。什么？你说这谢长廷他多坏呀！他当时啊，诬陷你们家老马的那些材料啊，都是他编造的。他欺负人家老梁不识几个字，等摁手印的时候，他骗着老梁摁的。人家老梁他说不出来，道不出来，人家不冤枉吗？自杀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良心发现了，所以他都交代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你们楼下的老梁的两口子了吗？他们两口子整天打仗，打得多凶啊！他老婆骂他没良心，吃里扒外的。你说人家老梁他冤不冤枉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吧？哎呦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家小瑞都清点结案了。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啊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这样子快吓人的。没事没事。妈，没事吧？那你没什么事儿，我呢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啊啊！回头见啊啊啊！妈，梁大妈要见您。她见我干什么？您赶紧去吧。他没事吧？他在心脏外科重症病房呢。你不跟我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找马娟说点事儿。怎么了？怎么病成这样了？没事，乖，奶奶没事。娜娜，往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当个大学生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奶奶，奶奶，给我摘了。
这儿，我妈坐起来。儿子，小明儿，你们都出去，我跟素梅单说几句话。去吧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用你陪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娟儿，我要跟你说一下梁大妈和梁子的事儿。本来这话不应该是我跟你说的，可这事情你迟早要知道的。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阻止你跟梁子好吗？你阻止得了吗？是，我阻止不了。那你还费这些话干什么？我哥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们俩解除婚约了是吗？那我之后的话也不想跟你多说了。就是我俩婚约取消了，你也不能嫁给梁子。王燕，算我求你了。不管你是好心还是恶意，以后我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管了？爸，梁奶奶不会死吧？没事的，我们娜娜是大孩子了。素梅啊，今天可能是咱们见的最后一面。你别这么说，我要是早知道你这样，谁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的。你骂我吧，想怎么骂都行。我也是刚才知道，你们家老梁没有害我们家老马。你说什么？刚才有人跟我说，我们家老马的死和老梁没关系，老梁是上了坏人的当。不是故意宽我的心吧？不是，老姐姐，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了，冤枉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真是糊涂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。老头子，你听见了，苏梅她跟咱们认错儿，真的认错了。不，苏梅，我也得跟你认错。以前
我不该怎么骂你。以前一直误会了，真是没脸来见你了。你让我最后一口气出得顺畅，这样我就可以开开心心、顺顺溜溜的跟我们家老梁团聚了。老姐姐，别这么说，我还没报答你呢。你别这么说。大限到了，我知道。苏梅呀，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把压在我心里那么多年的秘密告诉你。秘密？苏梅呀，你从我枕头底下把那东西拿出来。打开看呐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当初你把它给谁了，我就从谁那儿来的。到底是谁？苏梅啊，我知道你见了他会这样，这就是我叫你来想说的事儿。苏梅啊，解放以前咱们俩都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，你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不能认识我。当初你是千金小姐，我是胡同口拉洋车的大闺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马军逼得自杀了，还非得不让他跟梁子好？不能结婚，梁子是马娟的亲哥哥。是那么的
着你的衣角，让你带我回家。